星同近年有不少的特色餐厅，最近就有来自澳洲的越南汤粉外卖店进驻，牛肉粉的汤底标榜每日新鲜制作，每次用30公斤的牛筒骨、牛脊、牛骨和牛尾熬制8个钟而成，牛尾非常浓郁。这碗汤粉除了有生牛肉之外，还有熟腩肉、牛筋、牛柏叶和牛丸，牛魔王一定会喜欢。除了牛骨汤底，餐厅亦有提供鸡汤底，用50公斤本地鸡壳加入越南香料烹煮4个钟，汤味鲜甜又够香。这个坊间较少见的鸡杂汤粉就好值得一试了，配料除了有鸡肉之外，还有鸡肾、鸡肝等等，用料十足啊。而另一款白肉汤粉就有齐鸡肉、猪肉和鲜虾，一次过满足你3个愿望。素食的朋友一样有得拣，餐厅同时提供素菜汤粉，汤底用了5款蔬菜泡制，入口清甜，酒肉一样好味道。外卖店亦有多款小食供应，必是每日限售24只的烤鸡，用香茅、香料和香草腌制，外皮香脆得嚟，肉质又嫩滑。其他不可以错过的小食，就是香港人最爱的春卷、鱼饼、虾饼和墨鱼饼啦。汤粉小食全部都可以预先在网站落单，再到餐厅自取，有兴趣的话不妨试下啦。店铺地址和订购平台的详情就要留意文章了。